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哽咽了就哭抱抱，眼泪都会变成漂亮的珍珠。如果还有很多的不确定，那就看场好笑的去深山呼吸新鲜空气。过渡期别忘记要呼吸，什么都没了，至少还有我和自己。过渡期别忘记要呼吸，什么都没了，至少还有一半母鸡、yeah。 哒哒哒什么是幸福。如果还有很多的不确定，那就吃一块巧克力的松饼。如果还在担心东担心西，那就做一场最坏都会有最适合自己的。